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是否希望将自己的产品广告放在全球最大的搜寻的 Google 首页自然排位展示出来？在这个视频，我们教大家怎样在零成本的情况之下实达至这个目标，怎样可以让我们的产品广告 在全球众多竞争对手里面遥遥领先，让我们的产品在国际舞台一展光芒。我们首先就要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的海量数据变化。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视频， Google 搜索有200几万，域名增加70个，网站增加570个，邮件服务器发出2亿封邮件。在这个海量数据里面，怎样可以令我们遥遥领先呢？我们示范一个关键词给大家。iPhone 5 Mobile Marketing。在这个关联数据里面带出来的是2亿5500万。在这个海量数据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的首四个都是我们做的自然排位，是2月开始做的，到现在三个月了都完全一样停在这个首页。我们再回到 video 的页面看，因为 iPhone 这个字和移动市场增加了竞价排位的广告，但左边的自然排位被我们霸占了。我们回到两个页面看，竞价广告多了，自然排位被我们霸占了。第三页一样，第四页情况一样，第五页情况一样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在客户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就证明了今天我们要讲的 video marketing 确确实实是我们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媒体去展示我们的产品，我们的广告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确确实实你要为你的产品作出一个选择，作出一个决定，将资源投放在一个视频广告。我们今天讲的 video marketing， 它的优势在于它是全方位展示你的产品的应用、的效果、的功能、的操作，让你很远的客户在很近的距离就可以体验到你的产品的优势。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全球化的视频平台。所谓全球化，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视频平台。我们保证我们承诺，在大家的视频广告播出之前，我们绝不加插广告的金主，让大家的广告可以在消费者面前直接展示。同时观众透过智能手机就可以直接观赏你的视频、你的广告，无需要下载任何应用程式 apps。 在接下来的5月20日，我们在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视频推广重新出发。时间是下午3点至5点。大家如果对这个研讨会有兴趣的，大家不妨点击这个链接下载报名表报名参加。大家也可以向我们咨询一下，我们是 Bull Market。 多谢大家。